留声送给我们的中国队，成为这次沙滩排球比赛场上最强的第三人。让我们来为中国队加油！中国队，声音不够洪亮，再来一遍，中国队。一会儿就要保持这样的声音来为我们的中国队加油。没错，我们的比赛很快就会开始，大家一定要准备好，作为咱们中国队的第三名运动员啊，和他们一起战斗。
他们第一次来到三星级的赛事比赛，能够进入四强已经非常的不容易啊。中国队请求了一次暂停，就是非常有必要啊。
这球最后落在了界外啊，我们裁判员就在分前看得非常的清楚啊。好，来，两位现在想分辨一下，这分对于中国队来说的确是非常的关键啊。好的，我们给双方运动员鼓鼓掌，鼓励他们。Thank you.
好球啊，王敬哲，中国队再下一分。现在双方运动员回到场地，我们作为中国队的主场，大家拿出主场观众的气势来为他们呼喊一次中国队，来一次中国队。Thank you.
非常惊险的一个回合，没关系，咱们继续和中国队一起战斗。中国队，文书慧，接下来王继成，再来一次加油。接下来 calling for Australia。
个 teamwork from Australia， 大家对这一次配合也是相当的默契。来，双方运动员。
咱们中国队助力，好吗？Thank you.
舒啊，补出了这个进球的去路。18-16，关键的时刻啊，来，我们继续，中国队。Thank you.
能够放弃任何的机会啊，他们现在非常的紧张。他们的第四个局点，Love by Quincy, and in the end of the second set, congratulations to Australia. 第二局比赛结束，那么又是三局的激战。感谢沙滩宝贝。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第三局决胜局，那么第三局决胜局由21分制变为15分制。我们希望第三局比赛，那么中国队不要有任何的压力，我们再来为他们呐喊助威一次好吗？中国队加油！
赛是15分制啊。那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11-8，来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鼓掌好吗？没关系，大家。